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汤汉没说你今天要。我倒是听他说你今天要出差，没有陪他去产检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我公司的会计小李，他陪我出差去浙江。啊，这个是我老婆的闺蜜于佳恩。啊，姐姐好，徐文松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最好的朋友的梦想给弄丢了。开什么玩笑？黄文刚毕业的时候也想到北京去追求梦想，可是你呢，给他期许了一个美好的婚姻童话，把他变成了一个高级保姆。是什么高级保姆？他在家做全职太太，我也没亏待他呀。这我当然也知道了，他总跟我念叨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。小王是吧？你觉得呢？我不是小王，我和李念欢一样都姓李。同理不同命啊，是不是？徐文松，你命也是真好，现在像李念欢这么好的女孩可真是绝种了。来，我帮你丢了吧。手抖了一下没拿出。你看我，别人的东西就不该碰，还把你鞋给弄脏了。没事没事。欢迎张姐。我刚上飞机，你产检完回我电话。于佳恩，你也去北京？你现在在北京工作？赶紧走啊！不是，快点，别挡了路。哎呀，真是。师傅，我已经在地库了。您进来了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您告诉我一下您停车的那个车位号，我去找你。行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我没看见你。没事没事，我找一下手机。谁啊？本来想进去迎你一下，结果刚才不小心开车门的时候差点伤到别人。你没事吧？我不是说了让你别来了吗？浪费你时间。那怎么能比上我们 CEO 时间宝贵呢？用我的时间换你的时间划算。那手机怎么样？屏幕碎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么这样吧，我们加一个微信，你看是修还是换我陪你。不用了，手机给我。你现在住哪儿啊？在哪儿上班？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，不太熟，他表面熟同学。要不我们送你一程吧，正好帮你修好手机。谢谢你们，但是不用了，我已经叫车了，车在那边。妹妹的同学很容易喜欢哥哥的，看他那个样子，以前不会暗恋过你吧？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要去看看公司吗？嗯，走。